还是一小时？天哪！目前是一小时，一小时。所以大家都因为这个卡住交往。是因为这样。对吗？那我就立刻打给倩玉，是这意思吗？他都准备好，他准备好了，他一回应就是一串。你跟向可芳有合作什么吗？我其实我们还没有正式合作过，但是我们都有互相看过，所以我才说我这样看人家，然后等一下什么落泪，搞得好像我是人家什么合理吗？就是一个不对劲吧？我明明就是一个用就是观众粉丝的心情在关心这一对神仙眷侣，这样可以吗？神雕侠侣，因为其实很感动他们这么长的时间，然后又是在表演上面，对然后。好，我是迷妹了，我不是死党了，我是米粉。台上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要合作什么吗？就大家的好消息都是好消息、啊。但是有特别在，就是为两个人，因为他们两个人也讲，就有为这两个人特别准备什么台词。我还要为这两个人准备台词，主持的时候。刚刚好。可是那个是戏剧啊。啊！哎呦，我帮你跟仙玲姐说。有可能，真的，谢谢大家。你刚刚演真的这个，你看超夸张的耶，我觉得很开心哎，因为身为一个观众，看着他们怎么恋爱啊、结婚啊，我到现在有好像，不是喉糖声音是不是有点大声？抱歉啊。恋爱好夸张，不要把它咬碎，你刚刚吞掉好了。对，所以是觉得开心，所以一路看他们这样一路的 CP 粉。我是 CP 粉，确实对，而且多多少少也会觉得哇，同样是演员，对于这样子可以长跑，然后到达现在这样，我会觉得很开心，真的。